成功天地颠倒变，一门八级的成功。风牛路要开启兴隆乡里的风牛名气，产地却无收成，庄头阁出密布大军，连土地公嘛落难，收获都要家己收。但是狐狸精降世，破了风牛路的好名气，有时段老百姓袂去，连阿毛抢。土地公钦点的风牛路，是变了发挥名气来抵御乡里的。今日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九拜五暗时七点半，细说台湾八级风牛名。